起来，我竟然拿 SPM 成绩啊！惨了惨了惨了，木桶考到怎样？我的未来到底会怎样？我会是上班族、老师，还是设计师？明明，哎，快过来，快过来这边。哎，我以为是你妈带你去拿成绩。哦，没有，她不得空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妈说如果这次我考到好成绩的话，她会送我一台新手机耶。我们这些临时抱佛脚的学生成绩会好到哪里呢？想跟他说话，但是我一紧张，英文就打结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成绩应该不会太糟糕吧？没意。恭喜啊，我这样的成绩老师还笑我。你过了大关哦，你可以追求你的梦想了，难道不值得恭喜吗？梦想谢谢老师，我会加油的。嗯，